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。在中国广东的廉江市，今有一个25岁查甫人骑刀啊冲入去一间幼稚园，造成6个人死亡、1人受伤的悲剧。目前警方已经抓到人，不过这犯案动机还搁在调查。近日，民众看警方将查甫人押上车，中国广东廉江市七十早起7点外传出一件攻击事件。这查甫人提刀闯入当地幼儿园杀人，造成6人死亡，1人受伤。哦，惨了，呀呀耶！这边旁边那人开车嘛，哟。贵民众翕的影片，因看到有几个人倒在幼儿园门口，而且身躯甲涂骹拢有血迹，现场一片乱苍苍。他那个具体情况没有，他的。现在还没有了解到，公安局这边的话，他已经去侦办这个案件了。警方指透露，嫌犯是当地一个25岁姓吴的查甫人，目前在调查案情。另外，具体情形还有嫌犯跟死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，也无公开说明。当地教育局也介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